来玩这款游戏，锻造店。名字哦，这边是捏脚是不是？好吧，就弄这样子啊。来，名字，我是美女，中文打进去吗？哎，打进去哎，那是不是有中文？好像可以期待一下啦。这种玩法好像都大同小异啦，这装备屋嘛，卖装备的啊。哦，第一位客人，有中午可以选吗？我现在越玩越怀疑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不就浪费我的时间了？但是他现在在跑教学。哦，先生报刑警的，那么凶哦。制作上衣。好，这是衣架装备的架子啊。完成订单，这边玩法真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哦。反正就先造了嘛，来，有啦啊，靠背弄错了，来装甲，这仓库有中文的话就还 OK 啦哈。家具我可以动吗？好像不行嘞。砍刀来一个，我目前啊只能一个一个造啊，这是最耗时间的地方啊。这排行榜1.83G，这已经玩多久了啊？这个就是装备屋啦，各位有没有很喜欢呢、啊？喜欢的话赶快玩呗，我就要卸载喽，大家拜拜。